在疫情升级时，5月16号，廖华守师姐清晨他们家一楼车库的电冰箱电线走火，那引起火灾，也波及我们另外一位法亲家人陈淑春师姐家。陈淑春师姐家火灾的前几天，大女儿因为就是癌末，那疫情期间不想住进安宁病房，那很努力的打扫。在两个礼拜了后，稍微内底厝可以小夸大，但是吼囡仔紧回来，回来带一枚了后，他就圆满他39岁的人生。可是孩子的爸爸就是清训师兄，一记时阵伊就想袂开啊，伊讲妈妈往生无偌久，啊，阮搁火烧厝，查某囝搁当兵，啊嘛往生去，啊我嘛有咧做好代志，是安怎一个啊拄到遮侪无明？但就是感恩。因为多年的在慈济的熏陶，跟着上人学习上人的法，所以我们能很同理心的支持，贴心的抚慰，彼此很快的提起正念。那清训师兄也把女儿省下的丧葬费以及女儿的存款做布施。老实说，人间啊，本来都是苦难偏多，尤其是人的生命都是的离不开自然法则，啊，我哪会身体有病有痛？啊，我哪会碰到安尼的代志？有人就会说：“啊，你不是拢在做好事？”这个时候就要发挥智慧了。要怎样？就是因为有走入慈济，做好事，增长智慧呢，看得开，想得通，了解呢，我们的今生来自于过去的因缘，今生呢，越要接呀，也要消，不把过去生所造的业力不接来了，你排斥呢也消不过，还是呢爱甘愿接来，而且呢通达道理，甘愿接受，叫做重业轻薄，长的业啦可以呢稍微短短啊接受一下就过啦，通达道理，接受了。时间过，业力过，还是呢面对人间呐、啊，行好事啊，结好缘呐、啊，心都袂底下，怕家底下磨啊，吼、哦，这都是甘愿做，欢喜受啦，咱真甘愿伫咧做，咱过去心中呢，啊都欢喜做。现在都要甘愿修，过去呢那就是不知觉啦，有造了业力，所以我们这一生啦都要真甘愿啦，接来欢喜善解，让它赶快过去，那所得来呢还是法喜自在啊，感恩哦，迄、那个时阵，我的心开，那过去啊啦，所以呢，我再了解一项，的确印证人间无常，自己呢还要更精进，还要更认真，还要更精进，这就是认识佛法的真谛的道理。阿弥呢，就会消业障，业都消过啦，心拍开，无拍干，阿弥呢，过去也都消过去啦。那现在就已经呢，得到了智慧的增长起来，心会开，都是增加智慧啦，还要呢更认真，更精进。我们呢，
还是要继续的铺路，铺以未来。这多事呢，一定要相信的。今天的明天，今世的来世啦，所以呢，有今时来时啦，今日明日啦，今生来生啦，这呢都是在现在这一念间，一念间善呐，那就是呢，这明天的长久，还有呢今世的未来，我们方向对了，那就是正道法，这就是无量义经。无量义经呢，完全都在说人间事。那人间事就是这样，苦难偏多。那好，我们呢看清楚，想明白。假如是碰到了什么事情，就会很甘愿接受，不会再惹来烦恼，或是结来来生的不好的缘。这就是看清楚。所以我们呢，不要给来世弯呐，但是呢，我们尽量消今生的业，那来生呢，好好开菩萨道了。我们要接引更多的人间菩萨，这都是咱爱法的缘哈。真感恩呐，芬林李师傅，伫遮坐路程是真远啦。今年因为疫情啊，总是呢要出门的时间呢、往后延，但愿疫情快速的过去，但愿呢有这样的因缘，再让我呢那再行脚，再看看各位菩萨们你们的行经的道场。看看你们呢，环保也是道场，所以呢，菩萨们，地球是我们大家的，环保呢是任何人都要觉悟，环保，我们要保护地球。现在呢，我们就爱惜地球，我们身体力行做环保。是一种的教义，所以叫做大灾教义。环保菩萨更多说法传法的因缘会更普遍，这就是真实的教义。师父一直在那说，把握分秒，把握时间，只要大家动一个善心，就是一秒钟，不用到一秒钟，一念爱心动起来，就把握。55年前啦，师父不用用一秒钟，动了一念，呼吁五个人做主者。你看，在那个时候的一念，五个人。现在呢，是全球，慈济在全球，只要利益众生，我们都做。来自于大家点滴用爱付出，所以这一波呢，安怎来预防？安怎会当保护大家人健康？这呢，这一波也是。慈济要慈济人呐、大家呢共同用心要付出，上重要的呢，大家人爱虔诚，戒慎虔诚，所以大灾教义啊，每天我都要呼吁大家人开发爱心，人人付出一点的善心，
去付出，安尼呢，咱对平安呐，唔是去靠托求来的平安，是咱爱真心付出的祝福，自然都平安。安尼了解无？相信慈济菩萨们呐、啊，在全球十几个国家的菩萨们已经都听到了，记得一念爱心啊，爱付出哦。那记得灵方妙药啦，就是要斋戒啦，尽量推动哈、哦，发一念善心，造福人间，那就是功德无量，消灾消难呐、啊。祝福大家，感恩。